立正，今日大家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了真紧吼，等下三点半，咱翕相以后就当转去。每一届、每一期上到这节课的时阵吼，差不多大家拢笑眯眯啦。因为吼，头一暗恁睏袂好，我甲今日吼，拢总超40届啊吼，我头一暗嘛拢睏袂去，都爱到第二天吼，昨操了安尼有忝无？足忝的，为8点上到10点。你若讲搁操了无忝，我也不爱信。所以较重要就看到，我就咧讲一句话，吼、哦。放这高啊！啊，有电风啊！我我跟你讲，我的方法啊，因为我较久啊嘛，40届啊嘛，我电风就甲开落，啊，电风我无向我吹，我放半空中吹。电风若向半空中吹落吼，就无蠓啊啦，绝对无蠓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，我呐空气较好，啊，恁都袂晓用啊，你也袂晓甲问啊。我甲你讲，但是无用大机吼，迄无够力啊，吼。大机个吹落去吼，我甲你讲啦，因为我甲沙凯困斗阵啊，我甲迄个咱个副主席困斗阵啊，啊，阮拢啊电风就甲吹落，啊，拢无梦，梦毋知哈，阮个梦拢走去恁遐啦。好，我叫来改进来。今日是即期个训练个内底啊，我要上第二节课，即第二节课吼。因为台湾的论述啊，唔是真简单啊，啊，台湾的经营啊，真复杂。所以这真复杂的内底，国台湾以前，伫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政府投降的时阵啊，所表现的台湾人所表现的吼，予美国人惊一个，啊嘛踹一条。讲一个例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以后台湾人迄当阵的台湾人的心情是啥物？你知无？你会当去问，你会当去问，迄个时阵住伫台湾的人，大部分的人啊，拢安那？那学生以上的人啊，我甲你讲，迄当车99%啊，拢认目屎。大家讲害啦，建书啊，建书，因为以前日本的教育，和台湾人的头脑内所想的，就讲建书啊，一定去用糟蹋，所以大家惊，尤其惊美国啊。啊，即摆惊美国的时阵，过过一礼拜，雄雄，中华民国那边啊，在咱台湾的空中放传单。传单啊，从为飞机安尼飘下来，捡到这个啊，甲咱台湾人恭喜呢，因为各位啊，恁回来祖国啊啦，啊，即马大家雄雄看到这张单啊，本来是真悲伤战败，看到这张单呐、啊，我战胜呢，战赢呢，啊，战赢啊，所以，遐阿本啊，伫日本伫台湾伫统治遐人啊。你会感觉报复啊！在迄个时阵，台湾人有这种的心态。啊，其实咱爱种战争法来内底，在迄个时阵，迄个时间点啊，其实台湾是日本的国籍没有错。因为我甲各位讲，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天皇的诏书，1937年开始的皇民化，一连贯落来，在4月7日的时阵啊。这台湾人是这个岛顶上的640万的人啊，
拢总变做甲日本本土诶日本人诶地位一模一样。即就是安怎？台湾人伫迄个时阵，若去海外见识诶，即39,100个人诶英灵，会当供奉伫日本的靖国神社。日本的靖国神社，伊敢有供奉中国人？无。敢有供奉美国人？嘛无。敢若供奉台湾人即39,100。即个问题发生啦。8月15日本投降，刷落去，经过两个外月，9月底的时阵啊，美国的军舰，听好清楚哦。因为中华民国家己无军舰哦，美国的军舰去上海，将中国的军队啊载来台湾。你知伊来台湾迄个军队是啥物款的军队？你敢知？去吃兵呢？因迄阵战争啊，打迄个啥？迄个当兵啊，啊一边老囡仔头前囥囡仔，后边囥当兵啊。啊，提枪是足浓厚的步枪啦、啊，所以台湾人伫迄个家人的海边，伫即个啊做高阳的码头啊，看到美军甲载中国兵啊来的时阵啊，差不多99%拢非常失望啦、啊。啊，即款的建议啊，咱的祖国是即种的，我们的祖国的部队是安尼，相反的。迄当阵的日本兵要撤退以前，徛伫码头边啊立正，伫欢迎，就接受这个投降的，接受这个美国军诶，美国的迄个军舰载这中国兵啊来的时阵啊，徛伫啊那个致敬的时阵啊，大家拢军容盛大，两个甲比咧较低啊，要求超足侪足侪啊，甚至。军队靠岸的时阵啊，中国兵啊唔敢落来，是安怎？遐日本兵啊徛伫遐，无人要落来啊，都爱互美国人伫尻川背甲踢一下，安怎落来呢？啊，落来以后啊，我昨有甲各位讲过，为1945年的8月15，日本正式投降，甲9月，中国兵啊来台湾要接收。日本兵的投降，这个期间啊，60-70天啊，台湾的治安非常的好，犯罪率是零啊，这是世界上啊很不容易看得到的记录。啊，刚遐啊兵啊落来以后啊，落来头一暗，这兵啊头一暗，就伫台北市、伫高雄市治安非常的歹，因为遐兵啊，中国的军官是甲因讲。咱是战胜国，恁看到遮拢是日本人，拢是战败国。中国的头壳内底，战胜国对战败国是安怎糟蹋啊？你的物件就是我的物件，就抢。看到查某强奸，看到厝伊要大，伊就入去甲你霸占，伊就要大。在伫迄个情形之下，台湾人迄当阵才开始感觉讲。祖国的部队哪会安呢？所以，伊中国嘛有学到经验呢。1998年的时阵呐，1997年的时阵呐，香港回归，你会记得无？你我唔知影，你有看到迄个电视的转播无？香港的回归啊，中国的解放军呐、啊，无乱来哦，吼、哦，伊这样子用正式的军容啊，训练过，大家拢足热血血的。去甲接这个香港，但是当时在接台湾的时阵啊，是用客家兵啊、乞丐兵啊来接咱台湾。迄个时阵台湾嘛一个忍耐呢，迄阵台湾就想讲，啊，我来当在做这个战胜国的成员啊，啊，对台湾嘛无歹处啊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伊中国的部队单移落来，迄当阵伊中国宣布伫台湾啊有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做行政长官公署。另外叫做警备总司令部，其实啊，军属政府啊，会当变名，不一定叫做军属政府。迄当阵，中国伫咱台湾创的就是警备总司令部，
警备总司令部实际上就是中国伊个军事政府伫台湾，敢若袂输亲像美军伊个美国军事占领个美国军事占领是用啥物名义？用美军顾问团。迄当个美军顾问团就是等于是美国个 USMG 啦。我毋知影大家有印象无？迄阵我伫细汉个时阵，我甲读初中以前啊。在中山北路啊，还有美军顾问团。其实他是所谓的美军顾问团，其实跟他中国那种的警备司令部啊，同样是叫做军事政府。因为在那个所在经过战争以后，和平条约还没签的以前，要用军事来给他通知。这个军事通知另外，他也要用当地的老百姓，要成立一个叫做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， 这个物件就是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。这个所在你直直看得到，在美国的法院内底、判决内底看得到。美国有一个1853年有一个叫做 Close 对 Harrison 的判例，伊讲和平条约生效，军事政府无代表结束。什么时阵咱结束，都要经过参议院通过相关的法律，含什么？含这个美国的总统来宣布，安尼军事政府才有结束伊的占领。所以咱甲兵所谓历史内底甲看，美国到今日为止，无总统也好，参议院也好，拢无宣布讲美国伫台湾的军事占领来结束。啊，你即卖问讲？美国敢那拢无来占领啊？唔是无来，我有甲各位讲过，什么人来轰炸台湾？美国轰炸台湾。战争法内底有讲一句话：什么人征服什么人，什么人都有占领权，而且非常重要。所以中华民国甲台湾敢有关系？无关系，因为中华民国伫战争的时阵，从来没有一次派军队。派飞机来轰炸台湾，你若无来轰炸台湾，伫战争话内底，真就没有占领权，袂当来甲你占领。啊，咱像今日咱中华民国伫咱台湾占领，是完全美国在1945年的9月7日，麦克阿瑟经过杜鲁门签的迄个一般命令第一号的命令啊，的第二条。和蒋介石，不是中华民国，是蒋介石来咱台湾啊，接受日本的投降。因为日本的投降以后刷落去，因为迄当中有一个开罗宣言，迄当中的开罗宣言是讲，好，你哪阵中华民国你无欺负其他的国家，其他的国家，安尼美国、英国会考虑讲要将台湾来交兴，这个也做中华民国。但是伊当阵还阁无了解讲啊，伫1945年的4月7日啦，日本天皇已经宣布诏书伫台湾生效。这个诏书生效啊，就是等于万国公法的规定，台湾这块土地已经是变作日本神圣袂当分割的土地。就是敢若亲像迄当阵中国甲日本啊战争的时阵啊，中国的皇帝想要将辽东半岛来挂予日本的天皇。后尾啊，因为国际上的干涉，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袂当挂予日本，所以日本只有伫过当年佫签一个《辽南条约》，将辽东半岛献予中国的这个土地。各位，国际法其实有真清楚的法律，唔是讲我甲你占领，我甲你占领啊，这个土地就是我的。这种的经营叫做并吞。并吞这种的概念是在1830年、1840年的时阵啊，拿破仑迄个时阵啊，的土地啊，伊就是讲，我都唔免经过什么条约啦，我都打赢，我都甲你占领。这是以前的国际上的这个条件。但是后尾啊呢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渐渐就演变到今日有这个战争法，在全世界拢总会通行的。那无这个战争法，无这个国际法，我跟你讲，今日我相信啊，今日美国的土地啊，上少是即马3倍以上。美国以即马现出是的武力，
伊要拍啥物人，啥物人嘛倒，对人袂倒，大家嘛倒。啊，若倒，伊就甲占呀，袂使。因为全世界迄当阵有签即个伫欧洲啊，有签即个战争法啊，啊，要叫大家人一定爱遵守。所以咱今日咱台湾即块土地，咱都爱用，因为过去的台湾人有犯错。过去的台湾人唔知影这个代志，所以从咱台湾来叫是讲，这个和这个中国有关系。其实，在1895年的时阵呐，4月17日啊，马关条约的时阵呐，日本的天皇就已经来接受台湾平和，变作日本天皇的皇土、皇帝的土地。这个所在，我要讲一个，让各位知影。这个情形啊，我若用一般生活的经过，你就听有。我有一架车，我过户给你，这架车的所有权当然是在你的名下。你若无要驶，你交予你的后生驶。万一你的后生去给人弄到，敢若讲战争同款，去给人弄到爱赔。啊赔的时阵，你的后生讲想要将这架车给卖掉，会驶哩无？当然袂驶哩。这架车若要卖掉，爱问啥物人？问老爸嘛，是不是？就简单无，即真简单。即马同款的情形，甲看到等下台湾和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的关系。日本天皇伫第二说，伫即个马关条约内底的第二条，已经接受了着日大清帝国的皇帝，将台湾澎湖挂予日本天皇做伊的皇土。伊即个皇土，伊则交予伊的总理。和伊个总督啦，和伊个总督叫做华山之计来接管，拢总经过十九代，十九代会记哩哦。伊即十九世内底，所以人啊问讲，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是谁？唔是第十九届哦，因为第一届甲第十八届，伊即个总督的任命拢啥物人任命的？皇帝直接任命，天皇任命的呢？啥来通天皇？因为皇土来交予总督来管理，第十九届的任命是交予伊的首相任命的呢？为什么？各位，因为4月7日开始，这块土地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，由首相来管。所以世界上，咱天天讲日本人也好。日本在那个时阵啊，所行的拢是国际法，含这嘛分甲足清楚呢。所以我甲真正认真哦，将这個台湾这真正的历史甲变甲看，我甲伊拢甲你安排好势啊。退的咱台湾人无读到这部分啊，因为台湾的第十九代这个总督叫做安藤利吉啊。这个安藤利吉罗贝尔先生，伊是主帅。安藤利吉伊是军人，伊而且是甲这个琉球啊，这两个所在合起来叫做第十方面军呢、啊。所以第十方面军是由这个安藤利吉第十九任的总督伊来负责。照道理来讲啊，第十九任的总督未当叫做总督，应该叫啥？知事啦，知事。那亲像奥克纳瓦琉球，现主席是有知事，无总督，因为伊是个土地。但是这个因为战争的末期啊，迄当阵伊的任命唔是日本天皇，是由日本的首相来甲任命，互伊来做这个啊，做台湾的知事。但是迄个时阵，还阁习惯上要改称呼为总督，因为战争的时阵嘛。但是伊的任命唔是天皇哦。是首相啊，所以你甲看，人日本人伊就老老早早，伊对台湾的监督啊，伊就甲你安排好势好势。即马来讲很仔细。既然你开罗宣言有讲这块土地战争以后要来交予中国，啊，若照咱很仔细的战争法内底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啊，佮占领袂当并吞，你想看卖啊？迄个时阵，这块土地要来交予中国，敢交会出哩？交袂出哩，谁那交袂出哩？迄当阵啊，杜勒斯写这个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时阵啊，伊有去大国家，包括印度，包括这个菲律宾，所有的国家拢有去人拜访，无一个人，无一个国家赞成讲台湾要交予中华民国。
是安怎？因为台湾是伫迄个时阵来讲，是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台湾的地位变作安那米丁。米丁的意思是安那，就是伫迄个时阵啊，伊无爱家决定讲你要安怎，啊要安怎？罗贝亚伊联合国伫1950年12月时，伊有一个决议，互你台湾人自治，你无属中国，啊嘛无属日本，嘛无属美国。但是中华民国入来台湾，开始甲你洗脑，开始用伊的教育全面甲咱欺骗。伊入来，伊第一项做啥物代志？当然，伊爱伫互美国人看，所以蒋介石的时阵啊，美国的总统来台湾咧访问的，罗斯福来台湾咧访问的时阵啊，伊是穿啥物衫？军服。伊穿军服呢？你甲看迄相片，包括邮票。拢还阁有诶，伊穿军服来接待，伊想来穿军服。坦白讲，伊迄个时阵啊，已经伫1949年诶时阵啊，伊就已经毋是总统啊嘛。但是伊想来穿军服，因为欺骗罗斯福嘛，因为麦克阿瑟叫伊伫台湾接受日本诶投降嘛。啊，因为伊即个时阵，中华民国迄当伫四川诶时阵啊。伊发表，伊讲台湾成立两个组织，一个是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另外一个叫做警备总司令部。所以蒋经国、蒋介石迄个时阵，伊穿军服接待罗斯福。恁若还阁会记咧，我相信你甲兵以前的资料拢看会到，迄是完全讲我是军事占领台湾，我没有要有台湾，我要军事占领。军事占领袂当移转台湾的主权呢，这是非常的重要呢。今日，因为咱研究到这个所在，所以伫2006年10月24日，咱甲告美国。好佳哉，咱去告美国，我甲告伊讲，美国甲我讲啥物呢？你毋是台湾人，讲是拢恁拢中国人，我歹势，啥物人讲我毋知影，但是我这无我毋是，我毋是中国人。伊讲是啊，伊甲变迄个国民的。的记录里底，足夭壽的啦！1950年的时阵啊，6月25日汉奸爆发，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，第七舰队巡防台湾，刷入去派麦克阿瑟来台湾访问。麦克阿瑟来访问的时阵啊，中华民国蒋介石安排黄兆琴，迄当阵的参议一个。迄、那个议会的议长，甲伊讲话，你知影伊黄兆雄讲迄句话，即马伫国务院内底有写啦，伊写啥哩啦？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因为即句话，咱遐嘛官司拍输啊。迄个时阵，我有甲解释，我真简单嘛。迄个时阵，伊中华民国蒋介石拢用台嘛，啊，发生228嘛，啊，大家拢惊嘛，啊，惊伊的时阵安怎？伊就唔敢讲伊是台湾人嘛。迄个时阵，麦克阿瑟来台湾的时阵，黄兆琴呐，甲伊讲我是100%本土台湾人。我甲你讲，今日就无同款啦。因为讲迄句话，等于去伫记录内底写甲真清楚，写啥？咱拢是中国人，咱是毋是中国人？是的，听你阿舅。啊，不是你牙齿，我看看好不好？我看拢不是咧，无人是中国人啊。但是，迄当阵黄兆雄替咱讲话，讲咱是中国人啊。因为即句话，咱到今日要甲变，都爱用足济理由、足济证据。对美国到今日为止，最近才开始国务院啦，国务院才开始讲。哦，原来恁这群人不是中国人，恁这群人是叫做本土台湾人，所以伊即马开始才甲咱斗协助。所以美国伫高等法院的判决内底，才会讲美国的行政单位，你要主动哦，来协助原告这群人。所以就是安怎，美国到今日为止，伫甲咱帮忙，甲中华民国讲，
这阵人是拢照国际法来，你袂当用刑事以外的处分的手段对付这阵台湾民政府的人。所以我唔只会伫这个所在，这样尔有把握甲各位讲，恁做你讲是我，绝对甲你无关的。因为恁前以前，咱啊前以前就是惊惊到一命，惊到惊要过你惊，甚至来遮上课，你边仔的人都甲你讲，哦，你唔惊去了去哦？我甲你讲啦，这二十九届你有看无？这二十九届啊，原住民有六届啦，大学生有四届啦，加加是三十几届啊。啊，有啥物人好了去？一个都没有。我若要甲我讲互你听啊，因为有真侪代志，我无要求讲咱的学员啊，直接甲中华民国当局去对抗。甚至咱有个人车牌嘛，甲改呢，改 USMG 呢。我无讲好笑呢，人叫做杨洋龙啊 ，USMG 呢 ？USMG 是啥物名啊？美国军事政府车牌088。这个车牌，我甲你讲，到今日为止，高速公路也无要紧，啥物所在也袂要紧。有找伊麻烦无？捌有一届啦，伫邦桥甲掠啦，该送法院啦，法院判无罪无毋对，啊，搁一个搁甲判不起诉啦。所以落尾啊，咱的学员啊，我无叫你安尼做啊，我讲好清楚啊，你们不要吃眼前亏啦，你无必要啦，你介多你补哦，你无必要，哪要介补，互我来补得。所以有诶。咱的兄弟，咱这兄弟啊，甲我讲哦，咱嘛爱来买枪来甲伊拼。我甲你讲，我拢免变咧，袂当去买枪。我有比枪较好的物件，什么物件？法律嘛，法律嘛。咱用法律，美国的兵啊皮皮出，都爱派总统的小弟来甲咱讲啊。你要买枪要创啥？搁了钱，不用枪。不用武力，我跟你讲，一年内底一定将中华民国变个倒。我每一摆讲的拢会实行嘞，你甲记起来。我每一摆徛伫这个所在、这个位置讲的话，没有一次没有实现。我讲给你听，去年12月31日。我讲马英九会赢80万，有无？有嘛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是欢喜啊？啥？第二，今年1月16日，我徛这个家，我讲中华民国护照未使你免签证入美国，啊，伊3月2日公布，未当免签证入，有事实无？我哪会知？因为美国国安局、美国的迄个司法部甲我讲的嘛。咱这两天，司法部有关的人员摕迄个旅行证件 （travel document） 去，互恁看。我昨有互恁看，哎，昨日互恁看，有无？有无？有的推阿面讲，美国没有 travel document 这个物件呢，人美国就叫人来摕来花，三不如一家，我摕互你看。摕正本予你看，啊？啊未啦，啊未摕到啦，小等下啦，卖急啦。这甲护照一模一样，顶面写啥 ？Travel document， 旅行证件。这毋是 passport 哦，美国人才会当申请 passport 哦。台湾人是去予伊占领的，所以袂当申请 passport。啊，但这本等于 passport 同款，你要去全世界所有所在要旅行，会使无？会使哩。啊，有代志找啥物人？找美国的大使馆。谁人哪有这本？因为咱个够嘛。我讲你美国你起笑，你 Okinawa 琉球，
你当时占领的时阵，你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，交予联合国托管，联合国交予你美国托管。啊，伊琉球的人要出国，用什么护照？这本啊，啊，这本哪里啊？不是啦，迄琉球不是啦，琉球是白啦。迄当时美国的军事政府发这个民政府的一本护照给因啦，甲这同款啦。啊，美国落尾啊，才叫咱讲去申请身份证。啊，即摆身份证申请了啊，啊，我讲啊，我也袂当出国啊，因为我毋是中国人啊，我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啊。啊，要安怎？我两个条件嘛，第一，你发这个旅行证件嘛，第二。你派直升机来甲接嘛？啊，所以这本，因为咱现主席有个人伫网顶伫甲咱吐槽，我美国没有这个文件，啊，美国谁提来？有没有这个文件？有没有？这司法部提来，那有没有？啊？免签证，甲 passport 甲美国的 passport 同款，那摕这本就真正免签证啦。啊，你免哎爱钱哦，我无讲哦，拍拍手啦！我甲你讲啊，美国有伫看呢。这本我所了解吼，敢那是170块美金啦。啊啊，170块美金，应该我认为还可以忍耐啦。啊，你免签证啊，你去美国一抓到签证就5000块去啊。啊，这一本你全世界走透透，5000块会好啦。哦，恁拢足贪心的，我感觉，讲无的时阵是大家尖尖叫啦，啊，哪一个有讲遐贵啦？各位，我讲爱照法律的原因是倒，咱一定爱坚持法律，所以咱民政府啊，向中华民国有宣布，我要采取不合作，我不要跟你合作，我要采取我不支持。你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物件，我拢无咧支持。大家甲我讲哦，安来抗税，大家卖缴税。我甲你讲，安有一天若达到50000人申请身份证、申请护照、travel document、旅行证件的时阵，做一摆的发动，才有可能。但是呢，美国看坏哦，你台湾人遮尼烂呢？台湾人安那死鸡排一堆啊！你也知影哦，现主席伫网顶，三日伫甲恁吐槽的人真多呢。你都要用你家己的智慧，爱去做判断，对还是唔对？有个人是要迎合咱台湾，甲你讲，定来甲你讲个几句话啊，靠咱台湾人家己就好啦，莫靠美国，莫靠日本啦，有安尼甲你讲无？全世界无一个国家的独立，无一个国家的建国是靠伊家己的啦，没有啦。美国当时是靠什么人？法国。菲律宾靠什么人？靠美国。文莱靠法国。全世界所有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当来独立的国家，无人讲伊家己本身的力量啊，都来的啦。伊家己本身的力量。要来一定要靠啥？靠武力嘛。各位，什么人要牺牲？上要牺牲，要牺牲你牙齿我看麦啊，无半个嘛。大家拢起起嘴啦。哦，我爱台湾啊，叫我牺牲我来牺牲啊，真正叫牺牲啊，我讲走到无半个。啊，那有诶，有啊。海洋之声迄当阵阿勇啊，祖坟呐，伊抗议啥？抗议中华民国的 NCC 讲哦，拢不爱给阮播音呐、啊，跟我真好啊。要自焚的时候，我就讲啊，你迄自焚一定无价值的。啊，你若要自焚，你就干脆冒一粒氢气，冒一粒炸弹去总统府。啊，自焚死家己要创啥？所以台湾人哦，爱用头脑呐，你的脑筋呐、啊。今日你就要先了解讲，啊，到底咱台湾的地位到底是在哪一个点？今日台湾这块土地到底属谁的？国际法内底甲并个清楚嘛？咱并个规部即马发现啥物人的？啥的？100分呢？我想讲你要讲日本的。台湾若讲日本的哦，你零分啊！我先甲你讲哦，
天皇跟日本是不一样的，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美国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我今天美国我跟你日本战争，台湾这个土地是属日本的，日本天皇的，今天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我要和什么人说？要跟日本天皇啊，很简单的啊，很多推压面的想法呢，台湾人欠缺是什么？逻辑观念，台湾没有逻辑观念，台湾人没有学过逻辑啦，这个逻辑这个思考能力啊，台湾人很低的，很头痛啊。所以再讲回来，为什么原住民咱我跟原住民咱的同志说几句话，他就说用我以前打官司建拍都输中华民国，我绝对的啊，你去告中华民国，在他中华民国的体制里面的法律，他自己定他自己判，你怎会判他赢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在每一次有土地纠纷的时候要用国际法啦，你先来问他一句话，是我先来还是中华民国先来啊？你说我不一定是你呢，你的老爸你的阿公先来呢，我们先来你是后来呢啊，后来你给他规定，诶，你敢有这块土地的权利？有无？这块土地谁的？诶，还没记了，你还没记了，哦，这个就没记了，这块土地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嘛，你去叫日本天皇写一个说这块土地是你的，这样我来交你的税金。他现在不是呢，中华民国一日日本跟你说这地是我的预定区，我建学校的预定区，这地是商业预定区，哎，一位的尊省啊，这不是话题吗？啊，你那马来话啊，你那不要话，你那不要话，所以你谈起来要有观念啊，国家以这中华民国不是那个国家，什么中华民国叫做流亡政府，我有说过你不记得吗？哦，大陆联婚啊，中华民国它是1911年在中国成立的啊，那个时候它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敢有台湾？没有呢，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没在它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呢，没有呢，所以它中华民国在我们台湾要跟我们管台湾，它有这个资格吗？绝对无够资格，也没有资格甲咱管呐。哎呦，阿婆，咱哪能会管？因为即马有警察权啊。啊，咱准备安怎？你甲看哦，美国已经帮忙咱有够济啊啦。今年汉光演习，所有的枪支拢会收了了。用什么坏？用录音带。这些吼、哦，世界笑话呢。中华民国讲伫太平岛要派飞机，迄、那个要放个迄摆飞弹 ，AIT 鸟 ，AIT 是民间组织啊、哦。后来讲不可以，你那个飞弹不能运过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伊个飞弹顶管拢无 logo 啦，拢无记号啦。啊，若无记号的时阵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国际法内底什么意思？海贼啦，海贼啦。啊！你若害者，安那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拢会当甲你拍。台湾人唔知啊。经过咱的关系，中华民国汉主席的部队的 logo 拢已经取消啊，拢摕掉啊呢，没有标志呢。你敢捌看到这款全世界讲这款军队？中华民国的部队顶关系，他靠迄粒无去啊呢？咱民政府顶关要迄粒嘞。那有这条有无？咱民政府若要徛出来，咱要有这条呢，咱就无爱要这条呢。中华民国含这条都无呢。谁会啊吼？啊，台湾人唔知啊，台湾人都不知道了。美国有甲你帮忙，有甲你帮忙做些，所以我要推阿明甲讲哦，美国军事政府在哪里？我在旧金山和平条约里的第四条。第四条是啥啥？日本人民。
含日本的财产拢听从美国军事政府的支配甲分配，咱是不是日本人民？是啊，咱是不是听美国军事政府的支配甲分配？伫内底啊，所以姚嘉文若有机会拄着讲哦，我叫伊去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四条啦，内底写英文啦，不过英文可能唔捌啦。我咧娘笑呢，唔捌英文足多呢。唔捌英文足多呢，我唔知影，提火腿吧。我甲你讲，喂，等下再讲，等下再讲。今日为止，所有条文拢爱提出来重新看、重新写。你会发现讲哦，原来台湾地位这么清楚，本汤的病是咱台湾人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、上海公报、八一七公报、中美建交公报，内底讲的台湾人是啥物人 ？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。台湾关怀讲的啥 ？The people on Taiwan。The people of Taiwan， 你把它翻作汉文。The people of Taiwan 要安怎翻？只捌读英语，你举手翻翻。现在都没半个了，现在读英语都没半个，对啦。啊，那 people on Taiwan 呢？住在台湾的人，对啦。其实，伊这个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你讲流亡在台湾的这中国人啦。所以，台湾关系法是你保护这流亡在台湾的死中国啊啦。所以，咱台湾人有人甲话。哦，要坚持台湾关系法，你看得贵。取消台湾关系法，就今天和平条约彻底执行就好啊啦。因为台湾关系法内底，唔是保护咱，是保护遐死中国人呢，伫台湾的这些人呢。Available， 伊讲伊这卖，伊叫做你讲伊敢占领，你袂当卖予中华民国武器呢。Available 意思是什么意思？等于 sell。卖，伊毋是卖哦，伊就爱安那开菜单。中华民国就爱建讲啊，要甲你买这個，要甲你买这個，啊，美国才加先讲哦，我同意，啊，我卖给你十倍卖你。世间这武器你买卖无人像你个台湾关系法即阵的啦。台湾人啊去，台湾人替中国人啊去买迄个武器哦，拢是两块的共买十块啦。中华民国在买武器，台湾人在立钱啦。所以我跟美国说，你别让我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我台湾民政府执政，这些钱都给他拿回来，你不用怀疑吗？喂，从1952年开始到今年，歹算了呢，我没骗你呢，绝对歹算了呢。我跟你讲哦，美国人，伊若无行，咱搁再一摆，法律啊，告啊，所以告到今日为止，美国已经坦白讲啊，已经足惊咱这个团体，伊无甲你保护嘛袂使。安怎讲？咱的名伫顶悬啊，所以我想要甲你讲。有人找你麻烦，你讲是林志兴讲的，创的。啊，林志兴的名在美国的法院内底有名，我是原告呢。我等这些人拢是原告呢。所以你也感觉一点，即马中华民国想空想胖，不爱插人，伊不爱惹你啦。所以是安怎？这乌托邦也好，这车也好。啊，甚至若土地，咱台湾民政府若出面，伊拢闪让步。上届咱得意的一个作品，伫台南原住民的土地，去互委做中兴大学校，啥物用预定地，农场预定地。中华民国法院哦，判讲执行哦，咱批下来甲 CIA 讲。CIA 甲中华民国讲，
执行前三天停止执行，安有搞无？有搞无？到今日为林务局的讲，迄毋是我讲，林务局甲你讲，阮生目睭以来，毋捌看到遮尔啊厉害团队。我哎，歹势，我毋是团队，我是国家呢。这个土地是阮的呢，阮这是政权呢。咱这边去南崁，前几工啊尔嘛。四只的战车去洗，有无？咱阿元呐、啊，咱的法务大臣呐、啊，咱台北市的首长阿元在啊呐，请咱大家看一下，看，该派出所啦。阿元哦，去甲遐警察做笔录，做笔录，三个警察走了了。哎，你是警察呢？你中华民国警察，啥物人甲你发讲做笔录，讲大家拢伫酸呐？是安怎？伊毋敢甲咱对呛嘛？讲较歹势，咱是吼有愧无地好讨，好不容易你来找我的麻烦，伊无爱啊，拢无爱插你啊。咱已经伫这个所在已经年外啦，伫这个大楼年外啦。美国警察嘞，警察从来不进来呢。好奇怪呢，不是普通是拢做。现在过来跑你的，一直讲喊啦。阿伯，麻烦麻烦证件啦，出事嘛，对不对？我你这行李包，你那行李包，我刚刚确认好合理合法。你的警察是你们打给他，有点怀疑。请下载机，咱的。我国家考试通过的。我再甲各位讲，咱每一个新闻一定爱去台湾民政府的官网注册。你甲拍上，你是29级的，拢会同意你注册，吼、哦，会予你注册。而且呢，5月25、26、27是咱的今年度内底最后一次的高级行政班的授训。我唔免甲你讲，你着大家爱来，但我鼓励你，因为你若要做行政官。一定要经过咱的高级行政班的训练，为什么？因为高级行政班内底，咱如果甲你讲一个中国的国情，因为全台湾所有的台湾人民啊，咱坦白讲啊，对中国的国情啊，拢无了解，心内底惊吓，就是讲中国非常的强，你敢看即个南海？南海、菲律宾、甲中国，前礼拜有讲遐一撮拍起来，报道安尼写有无？你有看无？讲伊派三只，中国派三只，啊，菲律宾本来派一只，后摆佮增派两只，按三只对三只，都无一天嘞，中国马上撤退，剩一只，伊袂怕，啊，毋是中国，伊个老百姓啊。80%甲中国的政府讲哦，爱拍爱拍爱拍，甲拍到倒，甲拍到死。我们很强，甲拍到倒，有无？啊，很强，为什么不打？为什么？我甲你讲，中国实在是足烂的，你拢唔知影。我等你国讲，你就听。是安怎？美国的官，迄、那个军方邀请中国的参谋总长，邀请中国的。迄、那个司令啊，空军司令啊，什么司令啊？来，我美国，你来我这参观，有无？报纸拢有啊。为什么？咱的潜意识内底讲，军事机密怎么可以泄露？有没有？其实是什么原因？是美国讲你来看，你等于你就绝对唔敢跟我开战，差太远了。我甲各位讲你唔通今日看到美国这个武器，伊是先进上无中国50年以上呢。咱即摆用的手机有无？伫阿未伫即个民间发行的进前的12年啊，美国军方都有手机啊。你要安怎解决？你甲看这边的航空母舰，那航空母舰甲即个中国甲即个美国是差。2000万对59亿个，中国的航空母舰2000万买呢，
美国伊一只航空母舰爱做59英呢，伊本来航空母舰没有雷达呢，甲顶个月才装好呢。啊，装个雷达是啥物款的雷达？我看吼，因的雷达绝对普通的雷达尔啦，我无骗你啦。啊，以前无雷达，敢有甲你讲我们没有雷达？无啊！啊，中华民国报纸先啊，哦，中国的武力非常强盛哦。我甲你讲，日本的海军自卫队讲，苏联讲的啊。中国若敢向台湾开战，48小时，浮在船迄个海面上的船只，我拢总该击沉。安怎穿无？你知影全世界现主席的武力，美国上强迄边讲啦，但是美国上惊是对一个，你敢知影？日本，我哪会知影？因为六方会议迄当阵，美国因为美国才一礼拜拢有一摆，毋是咧，一个月拢有一摆甲两摆，美国国安国安局、美国的这个 CIA 拢有来台湾和咱对谈。伊无定是你甲咱教知识也好，常识也好啦。伊主要是你互咱知影，我美国伫创啥。所以有真侪代志，我虽然徛伫遮咧讲的时阵，也未发生诶。恁会感觉讲，哎，你讲的是有影无影？你甲注意看，我伫遮若徛伫遮讲的代志，拢毋免偌久，都一定会发生。这原因伫倒，因为美国已经看中咱。台湾民政府，咱台湾民政府，咱这边4月27去 AIT 甲日本的交流协会，你知影日本的诶，这个美国的 AIT 的交流协会安怎讲啊？伊的秘书啊，伫咱还未找迄个还未甲上迄个文件的医生啊，走来伫啊，好吧，你开讲，我想我边啊，拢有人听着嘛。我们现在，我们美国人很讨厌台湾人。啊！为什么讨厌？我甲 CIA 讲话，我就知影。阮美国人要食的牛肉，竟然都要经过恁的立法院。立法院即摆咧反对的是啥物人？是台联甲民进党呢？啊，台联甲民进党是安怎反对？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党提供资料给伊呢，讲你去反对，你去反对美牛，你敢知澳洲？欧盟内底啊，400票对11票，美迄个欧盟的迄个美牛会当输入欧盟的，日本嘛同意美牛可以进去呢，韩国嘛同意美牛可以进去呢，偏偏跟他台湾的反对，啊台湾反对的理由是啥？瘦肉精。啊瘦肉精，什么叫瘦肉精？很简单嘛，你若要美国牛的时阵啊，你甲两种的计数无同嘛。你买瘦肉精的就好了嘛。啊，你若管老百姓要吃对一种，啊，其实咱台湾人吃牛排有几个？咱在座来统计一下，有吃牛排啊？你有吃牛排？你举手我看，有吃牛排啊？好，手放了，无一半呢。大部分拢嘛无吃牛排。我是阮妈妈后壁，我才有吃牛排啦。我妈妈的，我都唔敢吃牛排。这句话谁人说台湾人反对，这美国人要吃，谁人要吃，你跟我说，你敢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哎，美军对，美军要一败了，美军已经一败了，2000名一败了，现在相信已经比2000名更多了，美军要一败，美国人都吃牛吧，啊，所以国民党才提供资料给台联、给民进党，他讲：“啊，你台湾吃的牛肉，哎，那个猪肉，比牛肉，比美国的牛肉，那个毒素啊，2000倍啊！”各位，我甲各位正式讲，美军甲明年的6月以前，上少20000名入来台湾。你若不相信，现在开始又跟你反对美军一次，现在跟你说美军一次，哦，会强奸女孩子了。所以
所以我讲美军买入来以前，对美国人含咱台湾人的教育，尤其台湾人的教育，爱甲台湾人教育好啦。像特别讲什么情形，我凊彩讲一个例，这何瑞元甲我讲的，因为我伫酒吧内底，美国人若请查某囡仔一杯酒，啊，你的查某囡仔甲接受，表示讲你愿意含伊做伙出去。台湾人无迄款习惯啊！啊，你请我饮酒，我饮酒尔。但是美国的酒吧的文化就是讲，你查某囡仔接受人请你饮酒，表示讲你同意讲要含伊出去。迄文化差异遮尔啊大呢。所以我讲美军买入来以前，那咱台湾民政府，尤其妇女会啊，美国有要求讲，咱的妇女总会啊，要赶快成立。咱今日妇女总会会长也是遮啦，郭会长、郭委主，因为咱台湾的妇女同胞啊，爱教育，因为美国人是吧？甲美国人安那相处，哎，大家互相爱知影，文化习惯嘛知影。像这种的情形，中华民国甲你讲无？伊袂甲你讲。啊，中华民国知影美国要入来无？因知影。因即摆青兼乌、乌白乌、凊彩乌，你啊看花博即摆开130几，哎，150亿对不对？即摆要是话要搁创一个什么博啦？世博啦，又搁100几个。你台湾人无钱，你家己做起来。我跟你讲，咱台湾人只能家己做起来。啊，台湾自私啊，我好就好。其实，那大家拢无好，你嘛袂好啦。都爱大家拢好，唔知如何。钱无你流通，这经济哪进步？所以咱的总理讲啊，真好呢。咱爱发展咱的农业呢，咱的农业咱但是发展过。咱无发展呢，休耕。我常咧讲，我常咧做滴。台湾人一年耕作3摆，无米好食。日本人耕作1摆，过甲真好。为什么？咱民政府毋是干呐嘴安尼讲呢？咱嘛要实际上要来做。咱6月开始，咱邀请日本一挂买主来台湾。咱要为农业开始，为水果开始。咱的教务长郭牧师，咱要做咱的青果合作社的总经理，开始来安排咱台湾种水果的，予日本人一横一横甲包起来。一粒山啊，要卖伊一票20000块。恁叫是讲这过分吗？日本的山啊，一粒卖偌济？你知不知？1万。因为室内栽培1万，伫百货公司要求迄个山啊，敢那宝贝嘞，挂甲悬，电费拢较少，标价1万，卖了了呢。咱的农民党福尔摩沙1号的芒果，迄、那个纸偌薄，你知毋知？遐一张纸遐薄嘞，你捌食无？你捌食？你举手我看。啊，有啊，你一个尔啦，我嘛捌啦。啊，我嘛捌啦，哎，迄纸甲迄一张芒果的，甲迄个纸哦，甲一张纸遐薄呢，含皮都挺好食呢。我甲你保证讲，你若食过伊的芒果，你感觉讲啊，全世界无芒果啦。所以这个芒果，咱就甲介绍，有一粒在日本卖20000块卖起哦，用下一定卖起。我讲安尼好，总给你包，安尼是好食起来。水龙迄个火龙果，咱的副主席种火龙果，一粒一斤呢，红人的啊。各位，台湾有足好做的物件，但是由中华民国这款的体制，互你卖出去，所以叫你去倒落海内底，还是倒落迄个河的内底？啊！我去饲猪只，无采人阿咪啊！啊，农民是善噶，因为伊不爱互你销嘛。
啊，若讲要消中国吼，我讲嘛，你较早困嘞。中国人是善干哪鬼的？你唔能看国报纸写讲，哦，小 S 因翁嫁啥鬼啊亿啊！我甲你讲哦，迄种的迄款翁哦，绝对唔是公家的翁啦，唔是私人的翁啦，我讲唔对啦，拢公家的啦，拢共产党国家体制的迄种的公司啦。中国到今日为止，伊的宪法规定讲不可以有私人财产呐，伊宪法写的啊。但是有足侪报纸甲你写讲，什么人偌好呀，什么人偌好呀，迄拢甲你骗的啦。伊的好呀人哦，一年换九个啦。你甲看报纸，一年换九个上少，啊换落拢安那掠伊关啊。九个换起来哦，九个其中四个伫监狱内底啦。大家拢爱钱嘛，迄拢公家的呢，伊敢真正有通？摕去创足少的啦，除了讲，伊即马开始就讲要做外国的生意，啊钱就偷飞出去。请博士来，因后生博呱呱，就是用这种的啊，假借名义啊，这种的好业，唔是真正的好业啦。台湾人唔免甲心神黑啦，咱台湾人。拢相信报纸，啊！我报纸都拢无看到台湾民政府啊，因为你袂晓看网络嘛。所以我讲，咱大家人一定爱看网络，一定爱看消息。咱每一两天到三天，一定有最新的文章伫顶端。我来问咱在座很主席的这受训的学员呐、啊，你还没有在？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官网登记的人，请你举手，我看看，还没登记的，一半以上啊，一半以上啊，啊，所以你若甲我讲哦，我安尼都偌尔啊关心的，我拢不相信呐，啊，我拢嘛看迄个文章，我也不相信呐。美国人，美国的智库，国家智库来咱台湾访问，当面甲我讲。Roger， 全台湾所有论述，干那你这个论述还在进步中 ，ing 啊，进步中呢、啊。因为用咱的论述，会当来解说全世界所有的哦，不是一部分哦，所有发生的代志，拢会当用咱这个论述来解说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美国人要解决台湾的问题。日本人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中国人要解决台湾的问题，一定要用我这个方法，用我所写的这個。中国有安尼无？有。伊嘛已经叫伊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啊，就是司令员就是 top 迄个啦，下骹八十几个国际法的博士，武汉大学做中心来去研究战争法，研究的结果呐？跟我怎么一模一样，例如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，战争法所规定的这战争法你给他占领的法律要用当地原来的法律。咱当地法律是什么东西？日本宪法嘛，咱当地法律就是日本宪法啦。啊！伊就来跟你讲啥？中华民国宪法。啊！台湾人够一个朴素国家笑哦！中华民国宪法的司法性，伊拢乌白解说啦，强词夺理啦。所以伫网顶，你甲咱攻击遐人，你甲注意甲看，你若将伊遐文章扣扣起来，前后绝对矛盾呢。中华民国宪法都无管到这块土地咧，是安怎讲？咱甲缴税金，是安咱来去做兵？两三年前，我伫公开演讲内底，我就讲，我要告美国，台湾人唔免做兵。马英九已经宣布啊嘛，2014年以后就无兵啊嘛。
我老早就宣布啊！啊，你中国飞弹侵华啊，向台湾，那免做兵，为什么？啊，即马无去台湾人无要做兵，啥物人要保护你？谁？最是爱美国嘛？为什么？美国是占领者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美国是台湾地区的主要占领全国，你爱来派卫兵来甲咱徛，咱来开钱无？免啊！想叫你给他占领，哇！全世界吼，咱上欢喜啦，被占领佫欢喜个，咱唔免出钱啊，咱的囡仔唔免做兵啊，要知影我较晚出世嘞，对啊，唔免做兵，安那爱买军火无？当然嘛唔免啊。咱啊啦，咱已经投降，咱拢投降啊啦，向上投降。我唔是向你中华民国投降呢，我向美国投降。你甲我落两粒原子弹，我投降。啊，我投降，歹势哦，你就爱甲我徛卫兵，甲我顾。啊，你就爱甲我买武器，甲我保护。啊，我唔免做兵，啊，我卖物件去给你，我唔免税。多么快乐！现在不是哦，现在美国在1945年9月7日就蒋介石来代替美国来军事占领台湾，啊，所以这蒋介石为了伊家己个人的愿望反攻大陆，我讲咱台湾敢那笑呢？迄个时阵反攻大陆，我会记我囡仔时阵，我读高中、初中哦，反攻，迄阵我唱唱足久的呢。啊嘛，感觉讲吼很光荣呢。迄阵就是讲家己是中国人啊。到落尾讲唔奇怪，啊，敢教我唱这条歌的人，你即马教去中国，将咱放杀。世界敢有安尼？全世界敢有这种的人？把咱利用，把咱税金交予伊。啊，你中华民国这些人来自台湾流亡的这些人。咱起厝大，伊讲迄叫做眷村啊，农民啊，什么叫农民？其实写唔对的呢，不是农民呢，迄、那个农写唔对的，是难呢，难民呐、啊。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，应该租所在，互因的西藏的人住，因爱交税金无？爱呢？因为因租所在来住呢。啊！咱台湾这块土地，唔是讲干人好大尔，厝就都变作伊的，就搁甲起，唔是干人饲尔呢？伊60-70岁，搁走去中国找个少年某来呢？伊死以后，咱搁付一半薪水给伊呢？我有当想着这种啊，有当是足硬的呐。啊，台湾人唔知啊。啊、所以台湾人无法度团结，所以台湾人要团结，为台湾民政府的人员开始啦。我无要求恁吼，爱抛头颅洒热血，我没有要求，你们不用牺牲。我再讲一摆，你唔免甲建议讲哦，我们要有武力，我们绝对不要武力，咱有比武力更加强的物件，咱的比法律啦。我甲各位保证，有的人讲哦，法律能够建国吗？我们创造奇迹，绝对建国给你看。叫不来，所以你甲看，很现准是美国甲咱台湾这个演变的情形。咱即马国家已经无法度啊！我讲你未让甲关伫内底，我关伫台湾这块土地已经10冬啊呢。因为我2002年的6月29日，我为金门逃脱，走转来台湾，我都无出去啊呢。我无出去以后，因为我想来无出去，我敢不爱出去？敢那迄个一个火灾的迄个广告有无？啊，你来歪走，要我来歪走，我卡都未走，有啊？我迄广告一流的，所以我就甲美国讲哦，我为什么不出去？我没有护照啊！啊，给美国讲，伊拢笑出来，遐美国拢笑着，啊，没有护照，我不是中国人呐、啊，所以我没有护照啊。
所以我就看到那段那个火灾那个吼，我就很爱笑的。那记者甲问：“你为什么不跑？哎、欸，不跑？我为什么不跑？我不能跑啊！”赶快啊，赶快的经营啊！啊，等恁台湾人，你啊看美国即摆做偌济工课，你即摆若佫甲我讲哦，美国都没有做事情哦，我真正甲你毙命啊！我甲你讲，美国马英九80万票条，1月16日，我讲伊中华民国，1月16日，我想讲中华民国护照袂当免签证入去美国。无一项代志，我伫事先拢先讲。我老早我有讲，我 AIT 会降级，我有讲啊。你唔相信？录音，迄录音的带，你甲调出来我看。那以公务人员5级来讲啊 ，AIT 现准时是最后一级的。即马含，以前伫 AIT 做过，伫遮做过迄个啊，做职员的人啊，但是做处长呢，啊，家己无即定的吗？但是，那金湖路100号的 USMG 这所在的职员，我跟你讲，美国的一流的公务人员来，上少 AIT 给你看会到的800名的海军陆战队徛伫遐。这无，即卖新的 AIT 无一定伊袂叫 AIT 啊啦，我跟你讲，一定会换名啦。换什么名我唔知道，伊也未甲我讲。但是伊一定会将迄个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机迄支，甲升起来。4月27日，咱去 AIT 的时阵，咱当面我甲讲，我用麦克风讲的，伊才有听的。我讲你 AIT 你无国旗啊，含内底就无国旗啦。啊，你是什么款的单位？迄天哦，咱送伊一面国旗，美国国旗，伊美国送来嘛。我送伊送我了，我就送给伊，伊挂起来。隔3天，伊就挂起来。你去侧面去看卖啊，即毛一支旗啊，迄支咱的。所以美国真正是这个人，这种美国这种人啊，人讲哈，灯不点不亮。你若无用法律甲处哦，啊，伊就歹插你。伊讲你戆啊，你台湾人戆戆啊，你当然唔知影。你若用法律，该整，不是讲整啦，我拢免整啦。伊就照规矩来甲你办。这个照规矩，还佫有方案呢。你会敢问讲，还佫过台湾免哪行？我就照你美国的要求，4000名训练人员，我甲训练好势。我就已经甲美国讲，我已经拢训练好啊，我要来接证款啊。到那一天啊，我相信啊，莫讲咱大家人，那个外口伫排队啦。到那一天伫上课啊，每一摆伫上课，只拢退去去，慢慢慢啊。但是呢，我嘛相信啊，你若无受过训呢，因为我歹是无受训，像咱袂当做官。啊，民进党遐毋是拢精英吗？我讲遐拢毋是精英啦，遐拢精草啦。那些人算精英吗？含英文都看无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机会对着这所谓的精英，你敢问？请问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？伊若答袂出，我头剁给你做鸭子。当然你别那个头家。伊若无跟你讲中华台北、中国台北，我随在你的。你敢问讲 WTA 内底为什么用关税领域？关税领域是什么意思？哪要回答我头剁给你做一下子，因为李登辉都不知道啊。这台湾人是生活在矛盾的日子里面，生活在那个一知半解的日子里面，这样能过几次是很了不起的。如果遇到事情，有一些人就好站得很大声，好像他是全世界都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咱若拄到有人伫甲咱吐槽，我拢一般，我拢不爱回应啦。我的心内拢想讲，啊，这个人是啥物？你是几斤几两重啊？
我嘛爱感谢，我迄当阵我是台中毕业的，台北的台中，迄当阵是小学毕业以后第一志愿考入的，啊了我去建中，这两年的教育，和我的英文的文化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一流的。你来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《马关条约》，我的分析，我将因的条约给翻译做汉文，我是一字一字翻译，我唔是讲规句安尼翻译，迄规句翻译迄无够啦。你一句一句对一字是接接个，对一个解释是对什么话，清清楚楚。所以我这个文章我给日本人看，日本人拢惊到啦。日本人嘛，到最近才感觉讲害啦，日本的考古主拢唔对去啊啦。伊嘛是同款，啥咧乌白翻译，因速度真紧，但是翻译真啰嗦。旧金山和平条无讲叫你就日本人将我台湾人的日本的国籍去除啊，无啊，无这条啊。所以咱这边用日本迄个交流协会对一条写讲，你日本政府照旧金山和平条将我的国籍甲去除，你哈回答？我看因同学全在摸笑。啊，你若讲袂当将我的日本的国籍去除，啊，日本天皇的诏书有效？哎，现主席来讲啊，全世界所有的问题啊，主要的问题拢发生伫对，伫日本呢。北方四岛甲苏联伫战，独岛甲韩国伫战，神卡库钓鱼台甲中国，台湾这块土地嘛甲中国，南海含越南、菲律宾、文莱含这些国家伫战。啊，那现在全世界拢无问题，干那这个五个地方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就是第二次世界战争，这些土地拢是啥？日本的啊，大日本帝国的啊。那今日亚洲的地位，这些物件，那无来解决，无甲彻底解决，世间免哪会平静？啊，要解决免哪解决？第一。战争法讲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先给日本嘛。这五个所在拢要先日本呢。你占领，你什么人占领，我不管了。你爱先。以色列当时占这个加沙走廊的时阵，38年。加沙走廊内底有人有没有人民？有啊。有没有土地？有啊。加沙走廊的土地啊。有没有政府？有啊。以色列的政府啊。有没有外交权？有啊。蒙特公约来讲，国家成立的要素。即摆有人讲台湾都有啊，台湾这四项拢有啊。台湾有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法定，没有法定的人民，没有法定的土地，没有法定的政府，没有法定的外交权。所以台湾不是国家嘛，这么清楚啊，卖个小姐，那来这都有啊。台湾人民本来是什么民？日本人呢？所以对一个条约讲，台湾人已经不是日本人啊！你敢讲？你写出来我看，哪一个条件？哪一个条约？无呢？你的阿公阿嬷含日本人，敢有徛起申请讲我放弃我的日本国籍？没有呢？啊，若无放弃？按照人权公约第15条之1、15条之2，你就是日本人嘛。所以遐警察甲咱阿元部长你讲的时阵，甲老百姓承认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日本人，这属实啊。哦，要求足忝的呢，都安尼盖报迄个嘛算巧啦吼，迄讲话差15分钟尔嘛吼，算巧啦。但是台湾人哦，你莫讲走。15个月，该讲伊嘛，搁听无咧？啊，个死者！我不喜欢当日本人，无人叫你去做日本人啊！干那袂出讲，我不喜欢当男生，
啊，你不能生出的男生啊，天生自然啊，还是说我不喜欢当女生，你也不能说不喜欢啊，你生出来的 就是女生啊，这是天生的物件，你是不要反对啦。天生出来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结婚生的孩子绝对什么？日本人嘛，啊，美国人跟美国人的孩子叫做什么？美国人嘛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听不？我不是说你啊，我说你以外那些台湾人，这么简单吗？还不简单吗？好，啊，说到土地，说台湾有土地啦，我已经给你教过了，这个土地谁的？日本天皇的啊。啊，如果真的是你的，你怎么缴税金？你为什么要缴税？你的你怎么缴税？日本天皇叫你缴税有吧？没有嘛，你来缴税，为什么？表示不是你的嘛，你把某一个国家租的嘛，还是某一个人租的嘛，所以你要缴税嘛。日本天皇说我不用缴税，啊，如果你不用缴税，你就日本天皇了。政府告政府，咱当时台湾人建立过家己政权，什么时候？没有呢，400年来从来没有建立过我们的政权呢，是干今嘛？美国在跟咱协助，让你台湾人建立家己的政权，是完全是今日咱在建立政权的中间呢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你家己爱欢喜，你这世人你头一摆咱看到讲一个政权，一个国家的成立啦。这种机会没了，我跟各位说，你一辈子头一次碰到了。所以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真的很幸运。人说你的以前祖先三代烧的好香，我说的绝对是有道理的啦。你妈妈绝对没那个机会说看到一个国家灭亡啦，中华民国。哦，啊，若看到这个拍鼓的声吼，可能对中华人种足切的，足切的吼。各位，蒙特维多的四条件，台湾也好，中华民国也好，拢无，所以不是国家嘛。即个台湾人，敢若会当要讲讲，到这个地步，讲台湾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不是国，你若讲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我来跟你吼。跟你起派呢？你怎么不是国家？你新台币提起来看麦啊？顶管写中华民国呢？护照提起来看麦？中华民国呢？身份证提起来哈？中华民国呢？即马后摆人都讲哦，我嘛有一张身份证叫做台湾政府呢，内底写台湾政府呢。咱即马旅行证件都提了，有旅行证件呢，写台湾呢。你若讲安尼，你小想咧，你就知影讲，过去中华民国你讲的遐物件，拢是乌白讲，胡说八道，拢讲白贼啦。免烧者，你若搞烧者，真简单嘛。你要有一个诉求的地方嘛。咱的诉求，我们的诉求，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诉求，我们在哪里诉求？美国法院嘛。美国法院如果还不能诉求，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诉求嘛，国际法庭嘛。以前有人跟咱讲，你要在国际法庭，你要有资格，还有那个诉讼的那个位置，啊，因为咱不是国家，所以我们不能诉讼。这就是啥呢？咱台湾民政府，美国跟你指导讲，开始跟日本人联络，跟日本政府联络。各位，咱进步足紧的呢。以前的日本人跟我讲，是即马召唤出来讲，我要买钓鱼台，敢有无嘛？因拢戆戆嘛。到最近，咱的论述伫日本开始咧发展啊，伫日本开始传递啊，因才恍然大悟讲，嘿，台湾是日本天皇的。我就甲问讲，啊你？日本是不是日本统的哦？天皇的，又是啊。台湾是日本天皇的，但是你以为你战争失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，将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的关系切断去，
日本天皇甲台湾的关系无切断，所以日本的明治宪法伫咱的众议院议长指挥之下，咱的参议若通过相关的法律，咱就当直接甲日本天皇建立关系。所以我就要求讲，你日本爱恢复战争以前，因即马开始要提出修正案，法律的第宪法第九条，即个法律的第九条啊，讲伊袂当宣战，袂当搁再战争啦。但是听人讲，就是第九条伊甲修法甲过去，对日本来讲啊，用处不大，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 B 已经将伊日本甲砍掉诶，刚金钟罩安尼甲砍掉诶。未出手的，伊若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要出手，爱帮忙啥物啦？帮忙台湾啦、啊。所以台湾有一天，美国若同意，咱的参议院通过法律，日本天皇直接任命咱的总理来做日本台湾总理，安尼后摆日本台湾总理就会当来管日本总理啦。你稍用你的逻辑甲想看卖，我讲有理也无理。日本天皇伫日本时代第五任、第六任的时阵，日本政府出一个文书，就是大正十一年的时阵，因要求台湾是咱的，日本的皇宫内无爱甩去台湾，因为伫台湾的地人较少。日本天皇讲。叫他們去研究，後來因為軍國主義，他沒有研究，現在原來跟日本天皇說，水源還不錯，後面的山給你住，日本天皇來住，你好嗎？欸，你不能說，還是我說笑話，我們現在整理得很漂亮，齁，日本天皇來這裡住，不得了欸。我甲各位讲，没有知识、没有常识，就是被挨打。会记得我甲你讲的这句话：，你无知识、无学问、无常识，你就是挨打，非常重要啦。你台湾人今日欠的就是知识甲常识啊，什么款的知识？正确的知识，法律、国际法。战争犯对咱台湾人非常非常重要了。咱若有充分的知识，咱就袂去用欺负。万国公法就当保护咱。啊，咱吼爱利用美国啦。美国迄支手遐尼啊大支，你来占领欢迎啊，但你占领你嘛爱听咱的指挥呢？因为美国为着本身的利益，伊绝对袂撤退台湾，啊，袂撤退台湾，伊安怎做？伊要保护台湾啊！啊，保护台湾要安怎做？咱来甲指挥啊！我甲你讲啊，美国人无影讲真巧啦。若要甲咱台湾人来比吼，美国人哦，诶，智商哦，绝对无咱来悬啊。但台湾人头脑就是伤好，所以台湾人。有当下会想伤多啦，啊想伤多啦，拢自私，大部分拢自私，啊家己袂晓想讲哦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无帮忙全台湾这人，你到落尾啊，你嘛是死，早死甲晚死尔尔啦。所以我要呼吁，咱台湾人一定爱站起来，咱唔免用武力，咱就自然有法度将伊中华民国推翻，将伊中华民国赶去金门甲马祖。啊！若要投入台湾的这中国人，会使哩无？可以。因家就是台湾的居民，不是公民。咱在座的各位就是台湾的公民，有投票权。居民没有投票权。你遐老欧啊，遐拢个改做难民营。你要带咱的难民营交税金给咱，本土台湾人唔免交税啦。因为哦，我时间也真短啊，
我高级班是规定我爱上六点钟过啦。迄当时再来甲各位讲较济，啊，我阁再讲一摆。我今日这节课要结束以前，恁一定爱上网去看，去登记，啊，无彩你来收费。敢若听课，你毋捌，你爱买册去看。毋是甲你趁钱诶，我先甲你讲吼。伫咱遮受训的人学员，拢是用对折伫买，伫卖哩。你有接到美国的国旗、民政府的旗、占领旗，嘛是同款。拜托，唔通用竹竿，不要用竹竿呐、啊，一定要用旗杆。啊，咱现准时嘛有六只的战车，咱会添够个差不多12部的那个宣传车。啊，为后个月，这个月月底，月中开始，第二梯次的身份证就会下来。同时呢，从月中开始，我们在全台湾各地的《自由时报》以地方版的形式出现，每一次出现都是半版，因为台湾人是很可怜的，所以咱若这个半版出现的时候，咱各位学员要负起该做给台湾人听。如果你解释不动，我给各位建议不要解释，就把它放弃。因为刚才美国人跟我说，我们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不必得到你绝对多数的台湾人的赞成。除了说你若不服气，你跟美国再见一次，有臭屁吗？真正足臭屁，我无骗你。我毋免得到恁全体台湾人的同意，我占领啊！所以占领者的意志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意志。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所做的，我们一定在目前阶段要遵照美国军事政府在台湾的安排。所以很抱歉，我们在民政府里面没有民主选举，但是可以有民主意见，最后的决定权在于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台湾民政府。谢谢各位，坐下。起立。立正。今日，过来是闭幕式。